眼泪又冷一下。精神啊，你嘛，唔係唔好㗎，你都精神咩㗎？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就啱啱練完我，而家終於都真係好攰，跟住就而家同佢哋就去咗呢個旺角度食呢個小菜嘅。餐店嗰度啦，咁咧就好攰，好攰，好想翻屋企瞓覺。而家嘅時間咧係已經係夜深噶啦，請將音量收細。係啦，而家咧已經係12點噶啦，係12點啦，聽日噶啦，已經係即係今日噶啦。咁啊，所以咧我就好攰，同埋我不嬲咧都仲瞓嘅，而家咧我就夜瞓啦。咁咧就咧辛苦我啦，真係。但係咁樣啦，啊仲有啊，我有嘢俾你聽。我最愛的是租鏈，無分頭重的頭重，不是頭重，雞面糖的，是，哇好味啊，你看看先，好味好味，哇，你講一下先，我們呢就無分頭重的，看看全部都吃的，那就沒有特別喜歡誰的，沒有什麼的，總之呢，是我們的粉絲呢，我們就吃的了，就是這樣啦，我最愛的租鏈。我哋咧 M B J 咧，由於咧呢個太多嘅關係，所以我哋就唔會咧俾呢個 fans 咧，即係有 fans 有互動係俾 fans 互動嘅，所以咧我哋就冇呢個公開嘅活動，所以就點樣留意？